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末世生存。那么在上一集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呢已经把龙又搬过去一次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龙还剩多少还可以养啊？我们养好多 哦。对，这个植物坏掉了，算了，哭哭啊，哭哭，激情植物。我们还有其他的软孵化成功了吗？没有，好吧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，我们还有什么龙可以孵啊？其实有一些龙，像这个巨蜻蜓。我们孵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巨蜻蜓应该可以啦。然后还有一只泰坦鸟，可是巨蜻蜓会飞。对，它会飞。不然我先盖一间空的房间之类的，然后把它关在里面。而且我发现呢，那个晚龙是不是又变得更大了？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它好大哦，它的脖子可以大到可以跟隔壁说嗨你们不觉得吗？你看它脖子超长的，根本就越来越。大了啊！我在对面是什么哦？骷髅马跟一堆骷髅。OK， 我真的觉得，哎呦，你生小羊哦，不是啦，好大哦！我放大之后会不容易看到，它真的很大，而且它血量超厚。你们看那个血，那个爱心 ，Oh my god， 爱心。其他的像甲龙就没那么高，我们的暴龙也没那么高吧？我早就会回避你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的镰刀龙也还好，为什么镰刀龙的那个左上角的那个3D 刚刚头昂折刀？我不知道你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有哦，好可爱啊！你看暴龙坐下，对你们看过了，我只想再秀一遍给你们看。我来帮他们都各种一棵树啊，不然我觉得他们太无聊了啊、哦！让，你可以去别人家玩，但是你不能。果然那个半的那个栅栏是关不住他的。你去隔壁玩，但是你不要，你可以打他吗？你可以打他吗？打他，快点！没有，他们结交成好朋友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。哎呦，我砍得好我的刀子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书，我忘记怎么控制它了。我的书在这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我看一下，你是用骨头是不是？好，很好，我没有球了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回来呢，顺便就来做一些玩具的东西吧，像是那个足球啊之类的，多做个几个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我想给你们看，可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玩啊。就是有一个是类似猫抓板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拴神柱，这个拴神柱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宠物呢在上面玩，就是可以，他们会对非常高兴，他们会玩。对，我是不明白他们到底真的会不会玩，我不确定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猫抓板，这个猫抓板呢只需要这样子，然后。再加上一个木棒跟板砖即可。这个猫抓板应该是针对猫科类动物会比较喜欢之类的，做法也很简单，而且我们刚好有羊毛，我们刚好养羊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先来做个几批出来做做看。好空哦。好，那我就先做个几批，然后我顺便有带骨头啊，做成粉。我不知道，我确定树长出来了没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没，所以想要加速一下。我有带骨头吗？没有，很好，我又忘记了。做完东西我又忘记了，真的好棒。好，带一根骨头来用，来去控制一下那一只鸟。对，还有防爆玻璃。按那么快干嘛？强化玻璃也带上。一共，我其实还有一种古代生物，我很想要让它孵化，就是那个巨齿鲨。我觉得巨齿鲨算是我最喜欢的怪物之类中最帅的。对，还好不没有那么矮。来这一个，在这一个跟球球这样子，你在睡觉吗？没有，你那是猫眼吗？你是用啥来着叫的？应该是骨头吧。OK， 好，你可以徘徊了，自己玩哦，快乐哦，开心，啾咪。我其实真的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玩这个我只知道鸟类会在树下睡觉、哦，或者是它的孵蛋之类的。其实在这个动物也有分公和母嘛，那他们两只呢，也会有交配，但是因为我觉得优先先把所有动物呢都先养出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其实那你们也知道动物这种东西就是也是几率嘛，那个孵化几率，那有没有中就是看你自己的人品嘛。那如果说这个系列里面我一直都没办法孵到它，那真的也不好意思咯。那真的也是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就运气差嘛。对啊，运气差。如果我是希望，我哪按错了，我是希望可以把所有动物都养出来啦，如果有的话。那好，东西放一放 ，OK， 你可以开始玩了。我是不知道你这么大的鸟类，我真的觉得你好帅哦。如果你被实体化，就是真的是那种镰刀龙，我真的是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想要自己在家养一只，我会觉得超帅的，就像那种放大版的螳螂一样，超级帅。那你的话，帮你放一颗植物，然后种一点你开心的小花朵。OK 啊，这好高哦，来一个，一个。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养过猫科类，我想要养那个剑齿虎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出现，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的，唉，可惜。好，对，它是自动喂食机用的，对，就 OK， 嗨，滚开，
不要，他为什么血量这么高啊？我真的很怕我的刀挥到我的宠物、欸，真的是挥到，真的是我真的要发飙了。然后加一颗球，然后再一个猫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玩猫抓板啦，你的脖子长到都可以直接去吃对面的苹果了、欸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不用喂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呢就是我们可爱的你谁？你谁？四肌龙啊，四肌二动之龙，你在哪？哎、欸，不要乱跑、哦，来来来来，帮你种一棵树。你这边其实也蛮大的嘞，哦，看着我是越来越小气了，我。哎呀，你刚刚穿过哎，哇，树好小，不然就玩这里就好了。然后猫抓板，我在想这个猫抓板到底对那些鸟类跟兽类到底有没有用啊？那个暴龙啊、锯齿龙这些到底会不会玩呢、啊？我觉得是不会玩的、啊。这梅鱼虾也好吧，梅鱼虾也好，我是觉得最有可能玩的应该是甲龙吧。甲龙是看起来最会玩的啊，可是看起来他也没兴趣啊。那个嘞，角鼻龙你玩吗？我觉得那个球根本就没被动到，根本就不在乎啊。然后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什么鸟？忘记了，自己养的不自己不知道。迅猛龙，迅猛龙真的好小只哦。哦，迅猛龙真的好小只，哎，两只的鸟类都在睡觉。那过了这么久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孵化的蛮成功了的吧？他们是不是在想办法用那个四个角的那个中心点，就是那个唯一的边边角角在想办法沟通留言之类的，想办法逃出去，演一出动物大逃杀。好了，既然我这边还有剩下的一点材料，我们就先收起来吧。等到我们下次，哎、欸。你们的想法跟我一样吗？我觉得应该一样哦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好，滑齿龙，你会不会玩球啊？像那个海豹一样。哎、欸，快点来，顶起来，有用吗？我觉得好像这个球很厉害，它还是可以浮在水面上哎。可是如果它有办法再把那个球顶起来，像那个海豹一样的话，我会觉得你更厉害。很显然的，你根本就不 care 这种东西放在你的水里，好像在弄脏你的房间一样。你还是继续游你自己的。我养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把球给丢出去了，算了。如果我们有养到那个锯齿鲨啊，就我会觉得更帅，是因为锯齿鲨的体型很大，非常大，它是大到跟暴龙一样大，但是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比腕龙还大，它的宽度啦，它的长度好像有到腕龙一样大哦、喔。我觉得锯齿鲨超帅，可是哎，玛莎嘎破了一个吗？可是培养皿没有出现错误讯息啊，啊，就算破了，怎么没有就是那个异？怪物呢？泰坦鸟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剑龙，哎、欸，所以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道具都不见了？还是被老鼠咬掉了？有吗？不太可能吧？对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会爆掉之后没有任何 DNA， 没有任何的怪物，就这样干净的爆掉了？哎、欸，对、欸，好奇怪啊、喔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养剑龙跟泰坦鸟。泰坦鸟帅，我觉得泰坦鸟应该蛮帅的。哦，好快，等一下，哦，对，它受精了嘛，所以它不需要那个嘛。对，他不需要那个等待。那这个的话就要了。我看一下我的书本，百科全书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他正在孵化中。泰坦鸟好小只哦！我记得泰坦鸟的成长速度好像比较慢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毕竟他之后会成长成一个非常厉害的鸟，而且体型算是好像跟那个镰刀龙有的比哦。对，我觉得就是镰刀龙有的比。地域性，他会攻击人，然后目前饿的时候才会。他是吃啥来着？他是吃肉的。OK， 好。我的鸡肉跟猪肉不饱了呢，但是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对，记得，哎、欸，又爆炸了。哎、欸，到底是在哪里爆炸、啊？那个很奇怪、欸，我真的很担心它为什么会嘣？这个苦力怕吗？你们什么时候会恼羞成怒自爆了？这么想投胎哦、喔？哎、欸，躲开啦！你有想偷我东西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我就想，你们看这个边边都是被炸的啊，然后炸一炸就变成这样，然后就越来越坑坑巴巴的，放的越来越大的。嘘，没事，嘘。哦，天哪！啊，鸡也长大了，杀一杀吧，好爽，这样子杀真的是超爽的。OK， 又有很多鸡肉了，这些鸡肉都可以留着给我们的泰坦鸟生。哎，好，你应该还没嘛？83 ，OK， 好。呀，剑龙，快出来吧！剑龙应该是大家最同，就是那个小时候最知道的龙了啦，这应该是不用解释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。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儿童节目有没有在播恐龙系列，你们会看恐龙系列吗？现在不是都神奇宝贝还是那个海绵宝宝比较多吗？我不是太确定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小小只的。你们看那个剑龙，
剑龙就是那个背上会长那个一点一点那个尖尖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一只，就是这一只，不错，两只都很快乐的孵化了，然后又来找我欠打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休息吧，就在这里睡吧。我不知道现在的节目是什么啊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现在的节目最多大家喜欢看什么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现在真的完全是跟那个小朋友的节目完全脱离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完成了很棒的任务，就是可以帮同那个可爱的恐龙们呢，做一点他们喜欢玩的东西。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养一只猫科类动物，大部分都是鸟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养到猫科类动物了。那我就这样，感谢收看，小姐，拜。